对不起，先生，这里不可以抽烟。不是，你从干嘛的呀？哎，涛子，我什么都不算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咱们都是游客。这里有不是室内，我们抽根烟怎么了？我们抽根烟怎么了？这里呢是禁烟甲板，如果真想吸的话，那边有专用的吸烟区。我很认真的跟你们说一下，如果非要在这里抽烟，按照安全管理条例来讲，会被依法处以高额的每天罚款。吓唬你吧！我真没吓唬你们。 我还告诉你啊，这烟就是你抽定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对不起啊，动手是不是？